Sheila 跟 Grace 呢，他们去买苹果跟橙。Sheila 买了三粒苹果，两粒橙，9块钱。Grace 买了五粒苹果，四粒橙，16块钱。然后他要找苹果跟橙的价钱。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们要 let 那个什么Apple RMX，然后 Orange RMY 这样。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，这个是 X，这个是 Y。这个是 x，这个是 y，所以我有3x 加 2y 等于9块钱，3x 加 2y 等于9块钱，所以我的 2y 等于9减 3x，所以我的 y 等于9减 3x 除2，这个是我一个循环。然后我有 5x 加 4y 等于16，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这个是 equation two。我 sub 我的 equation one into 我的 equation two 的时候，我就五 x 加四，九减三 x 除二，然后等于16。来，你看在这边我的这个二跟四我可以变，然后我再跟它乘进去，所以就五 x 加18减六 x 等于16，减 x 等于减二，所以 x 等于二。然后过后呢，我的这一个 sub 我的 x 等于二 into 我的 equation one，我的 y 等于九减三乘二除二，九减六三三除二1.5，所以我的 x 等于二，y 等于1.5，所以它的 apple RM 二 orange RM 1.50，OK，所以你看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要检查答案。三乘二加二乘1.5，然后我拿到的是9块钱。五乘二加四乘1.5，然后拿到的是16块。对了，